披上国旗，帅气夺牌，短跑王国牙买加女将包办本届日本冬奥女子百米前三名。其中有女飞人之称的杰克森，却在女子两百公尺预赛得意忘形，没想到这一收却反被超车，巴哈马、波多黎各和意大利后来居上，最后杰克森以23秒26成绩跌到第四，无缘决赛。美国队游泳选手贾科比日前在女子100公尺蛙式中顺利击败世界纪录保持人摘金，当时登上讲台还非常风光，家乡也挂上横幅祝贺，没想到在400公尺混合式接力决赛中，贾科比的蛙镜却突然滑落，就这样卡在鼻子和嘴巴中间，因为看不清前方，速度明显放慢，还得含着蛙镜游完全程。事后他也和粉丝分享，平常自己都戴两顶泳帽，偏偏参赛那天只戴一顶。最后团体以3分40秒58位居第五，夺牌之路跟着梦碎。也看得出东京奥运进行10天，乌龙镜头反而喧宾夺主，比赛事本身更精彩。三立新闻黄志辉报道。